係辛苦係難嘅，但係你咪盡力去試咯，盡力去做咯，你不斷揾方法，不斷嘗試。我係 Johnny Ducker， 我係 Open Format 嘅 DJ。有一日跟個朋友上佢朋友屋企，咁個朋友係鬼仔嚟嘅，咁就佢間房入邊有套 DJ 嘅器材啊，有套黑膠盤，咁我又好有興趣，咁點樣玩啊？咁樣就試下玩下，個朋友又教下，咁一玩就停唔到啦，就玩到天光，望下個窗已經天光，睇朋友已經瞓曬，咁嗰一刻我仲好精神，咁就意識到自己，哇！我好中意呢樣嘢啦，已經第日瘋狂揾呢件事係點樣開始啊！我有跟師傅嘅，咁師傅有教我捽碟，有教我打碟，亦都帶我入行嘅。師傅啊、師公啊，佢哋已經係職業 DJ 嚟㗎，咁我就變咗有個機會，可能有時替工啊，另外有比賽就參加比賽啊。咁啊，全力以赴咯，每一次都。DJ 就係一個唱片騎師，唱片騎師其實就唔一定喺夜場嘅。我哋人就好需要音樂嘅，就不論你行街啊、婚禮啊、餐廳啊，就算可能去廁所啊，都會需要音樂嘅。但係嗰個音樂適唔適合嗰個 moment 又係好重要咯。話好多人誤以為我哋淨係翻 weekend 打碟個少少時間，但係其實我哋係好長時間對住個電腦做好多嘢，聽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啦，做好多功課啦。可能一隻歌我會 download 好多個版本，然後再抽幾個版本出嚟，我認為係好嘅、啱嘅，可能我會 software 再 add 一個我認為最好嘅一個版本俾自己去打碟。玩 DJ 有好多唔同嘅 DJ 嘅，咁有一啲係專注某一兩個音樂類型咁去玩嘅。我自己就係一個好多唔同音樂類型都會去玩嘅一個 DJ 咯。我玩 DJ 最深刻都係比賽嘅 moment。2011年可以代表香港就去上海打個全國賽，做完個比賽 set 啦，咁即時聽到嗰個現場反應嘅歡呼聲，係令我好驚喜、好震撼咯，即係估唔到咁大反應，好開心嘅係竟然有另一啲地方嘅參賽者同我哋講：哇！你哋香港好出色、好突出喎！同埋 Johnny， 我認為你係攞冠軍咁樣，咁我好開心咯！即竟然另一個參賽者佢冇敵意而咁樣講，咁最後個名次係點？我已經冇乜所謂啦，我已經好開心。都有一個目標係想全職做 DJ 嘅，因為興趣事業啦，興趣事業咪變咗你嘅人生冇曬時間，係辛苦係難嘅，但係你咪盡力去試咯，盡力去做咯，點樣做？你不斷揾方法，不斷嘗試。可能好誇張，但係我幾想普及化，想係踢波、打籃球咁普及。唔奇嘅呢樣嘢，我每個人都會有一隻 USB keep 自己中意嘅音樂。譬如可能有啲場地係有 DJ 做嘅嘢，大家都會隨意就可以 share 或者係一齊玩。我覺得係好開心，大家分享自己嘅音樂。